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个好朋友，顺便开箱一下他的工作室，应该开门就知道是谁。对对对，哎，志龙，哈哈，布莱恩，哦，看到不？这是我们画上的 Alan。好了，那今天我们老司机来带路，也不是说采访而已啦哈。我们采访以外啊，我们还要请这个 Alan 跟布莱恩啊，帮我们推荐一下在地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抓到了！啊！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再世鍵館。阿干人老师的。静か論。阿干。那没关系啊。干。我到了。啊！啊！哎，这个也真的很一般耶。你看左边 ，sorry， 这个我选的。我跟你讲，这部片的预算高了啦。对，我们的预算也不比行脚节目低啦。我跟你讲。欸、但是这是我的钢圈呢，预算好像是小吃花的，那些小吃要买单就对了。哎、欸，不过真的很一拜，你看我已经挺得这样子了，都已经很腻了，没办法。哎、欸，对啊，他这个怎么会？对啊，他这个宽度不对啊。干，等你出来，够看硬吧？等下出来，你们要帮我看一下。干，等下出来很硬呢。没问题啊，钢圈又不是什么。我跟你讲，有东西拍了。下一集就是钢圈修复，对对对，然后那也可以烤漆跟汤，真的吗？有，真的有啊。介绍一下，让我们来拍一个。对啊，真的有啦。来，鸭肉羹有筋不？哇，这里有，这里有。面的鸭肉羹啊。在那边。拍，再到时候来拍一集那个冷凝修复。对啊，他在帮你找题材啊。阿里不出来的，有青菜啊。就是说，看弄到最糟的状况，可以修复到什么程度这样。结果是不行。那你要靠一边靠那么近，应该已经够了。结果没有，他那个真的有点小。刚看了一下。好啦，咱的车大台，你修就好啊。哦，对了，心累大呼。我觉得买福斯的车哦，它有点像你在买日系车里面的 Lexus， 因为 Lexus 科技里面都塞满满的，哦，对不对？但是你买欧洲车，福斯呢就有点比较像这样的，嗯，就是你要的我通通给你，然后全部加一加就这钱。好，然后，但是你说。福斯它到底是不是豪华的？我们修理车来讲，它到底是豪华？其实坦白讲，你看过双 B 的，你会觉得它还是差一点。哦，当然啦、啊，那个塑料感还是比较重啊。它的塑料感啊，然后还有它的整个那些车子内装的紧密的程度，对，那些异音还是会有。有哈、哦，组装可能没那么理想。哦、有加香不？无，哦，这一定要参车啊！这讲阿爸今日无参，别，哦，赞，我们老板呢？好可，这是标准吃鸭肉羹的那个加法。泰山，你要自己来。欸、我从以前来这边吃的时候，辣我是不敢加，现在是不敢不加。我建议你等一下吃两口肉，你加一点点试试看。你是一点辣都不能吃？它不是，它可以吃啊。我可以吃，但是我不会特别想吃。哦，因为它这个不是为了辣加的，对，它是为了香加的。哎、欸，被这个汽车频道耽误的这个美食 YouTuber， 哎、我是美食水水干干呢。好，好，我也来品尝一下哈。哦。那这一间比较特殊的是，它那个鸭肉有那个炒过的香味。鸭肉炒过香味，你吃得出来？有，它鸭肉有炒过的香味。吃一看，是真的加的，有这么厉害？真的不错呢。对啊，香啊。其实它不辣，它不辣，它香，它不辣。对，它香，它真的是香。嗯，哦，洋葱的甜味。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加一大撮了啦。撸加撸贼，你看，一直追加啦。泰山，你来拍一下哦，它这个你还看得出它的洋葱哦，有炒的焦焦的那个颜色，有没有？所以它其实它这个洋葱跟它的鸭肉啊都炒过，所以哦这里也有，我觉得淀啊，一个汤味。第二个是它有那个烤过的那个锅的那个快炒强锅那个香味，它的那个汤没那么甜，这第一个。然后它汤做料它割，汤润汤它就是加泰山你边水淋较少的。出来一种状况，哎、欸，两边袂流落来，一种。哦，快点，快点。他吃得很尴尬，他觉得口感越吃越怪，超浓厚。
哦，现在挑战我这一支，会不会因为这两个字换我被黄标？真的跟 Alan 讲的一样，口味比较清淡，而且它的汤汁加的比较多，所以其实有点泡饭。下卡淡的啊，哎，下卡淡，下卡淡的，真正下卡淡，你看哦，你看，哇，哎呀，下卡真淡，哇，愈打愈淡。每一碗哦，加过以后都变红色的，你看，伊也上红。你讲不爱，不爱，不爱，不爱加的人就上红。这种人就是安怎，你知道吗？讲啊，你嘛点一个，我来唱歌的啦，免，穿两个出去。本身尾啊，大家拢坐一边啊，拢要停的。讲他，爆了哦！我什么都没讲。爆了，我的标题会，我会那个哦 ，Alan 惊爆啊！对，布莱恩私底下竟然有这一面。我台那修罢了。它这个小碗其实很大碗，对，一个短碗，它这一碗多少？它30块呢，30块，我跟你讲，一般咱吃小吃哈，不分好吃跟吃粗饱，这不用讲吃粗饱，比粗饱更好，它其实蛮好吃的，对，它其实蛮好吃的。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哦，它这个一碗的分量。他一碗才卖30，外面是35块，只有他的一半至三分之二的量而已。亲戚啊，你看外面，而且他饭弄得很扎实啊，这个在台北绝对吃不到这个价钱。哎，是吧？哎，刚刚多少钱？他已经付掉了啦，钱都被退回来了。没有啊，他付掉了啦，他把钱又找回来了，他付掉了啦，他钱包丢回来了。对啊，这我们拍的啊。啊，这较俗着，即马六要六贵个，也不阿公阿哥。对啊，嘛较巧个，这一看到咱一定爱六个，你知哦？因为零抓无可能够济啊嘛。哈哈哈！哈哈！你说豆片可能是安尼，饼也嘛是安尼啊。搞不好先上水果盘的嘛。对，水果盘，对对对，对不一定的嘛。是。哦，有饱呢。哇，真好看哦。会啦，会饱啦。哇，赞定啦，真的好吃。好，走。吃。赞哦，谢谢啦。其实你不要看提冠不算大台呢。对，提冠其实还好。对，它算中型而已呢。对，你像这如果 BMW 的 X6 可能没办法进来。对啊，好，等出车有。你好像业配比较少。我比较少，因为我很贵嘛。没差就得了。啊，业配他自己不是，因为这个业配拿人什么？拿人屌软。屌软。他的思路跟我是同样的。Alan 出去进行露露的啦。对啊，应该可以啊。走吧。OK。世界观静卡停车熄火吗？没有，没有。有，他有停车熄火，关掉了，但是没有关。现在还，现在关掉了，关掉了。我不喜欢用停车，我也不喜欢。他那边的启动用那个启动那个，你看他在地上卖东西，这好像感觉好像中国大陆，真的。我上次看到一个点阅率还不错，那个大陆人拍的，嗯。他去那个越南哦，菜市场，然后在菜市场跟那个卖菜的小妹妹在那边搭讪，在那边跟他讲话。你们看过那个？好像有不过没看完。一直跳上去跟他聊啊，你今天卖的鱼我全买了这样。哦，有啦，有嘛哈，就去跟他亏一块吧。我请你出去吃吃饭，他们说他不行啊，爱都慢慢啦，大刚我提啊那，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改也一样，你今天这个我都买了啦。第三天啊，第一天啊。第二天啊，好了，第三天，第四天啊哇，那个这个骗子的那个可以上传的频道很多可以上传的那个平台很多啦。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子，有一个助学老师，微积分的，对，他把他的影片上传在Pornhub，赚了超过100万美金，真的？为什么？我看到是说750万台币，750，对，我看到是750万台币，对，我看到是750万台币，光上传那边的广告获利就，因为什么？其实看的人都不是真的要学数学，对，大家都是好奇怎么会在Pornhub里面看到教材，对，然后都点进去。进去，对，他这有够聪明的，你知道吗？好厉害哦！逆向思考，真的啊，逆向操作了。他们可能一直在期待说下一秒会出现什么东西，结果整片都看什么都没有。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这个就跟上次有没有有一个人这个付费下载看了一个那个，他那个标题是说日本不是有那个降旗呀？啊，降旗啊，跟女骑士下降旗，赢的话就可以跟他睡一晚。结果那个下载完看了2个小时，最后输了，女骑士赢了，什么都没看到。就是香奈儿，摩铁啊，南部有那种汽车旅馆月租的，
你知道吗？有点像那种美国的那种。对，就是你走一间啊，月租啊，看我这钱啊，蛮低啊。你可以讲月租型的汽车旅馆。美国就常拍那种片的，就是睡汽车旅馆啊，然后到最后房租也缴不出来啊。哦。有，然后下班回去发现他的行李已经都在门口了，好像那个被追杀的时候都一定要先去汽车旅馆一下，哎，清一下伤口啦。对呀、啊，哦，清一下，清一下，而且还是女主角，女主角帮男主角清伤口，清一清就变得清枪。我看 Netflix 上次看一部片蛮好笑的，他就是 Netflix 拍的，他在讲说好莱坞拍电影的套路啊，有老梗嘛，对，你有看对不对？看我觉得蛮好笑的，对呀、啊，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你看他出来，他是第二主角，他一出来就在这个说他快退休了，就代表他快死了，对，家庭很美满，哎、欸，他如果出来说，哎、欸，我在三天就退休了，哦，啊，我这个回去要跟我什么东西，对，我要跟我老婆种种花什么的，干他过两天就死了，对，他退休前一定会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当兵的军教的一定要拿。这个女朋友的相片出来看，你那跨胸明星的温戏耶，对，哇，那跨胸明星的温戏，第二个等一下垮一大堆戏啊，然后警察一定要被上司逼把那个警徽跟枪交出来，对，好，一定要交出来，哎，啊，留职停薪又不留职停薪又去查案，哦，一定要这样，好莱坞老梗，那你要弄一集啊，哎，就是那个成人 AV 的老梗。很多呢，譬如说访问啊，没有每天早上那个女主角都要去倒垃圾，然后那个邻居会看到，邻居也去倒垃圾。那你讲一种，来，你讲一种套路，来，套路，还有什么套路？我讲的是那个妈妈会去要求学校要让她儿子过关。哦，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有啊，这我没看过呢。他的口味不太一样，我是林志祥，那我是这个家教老师。哦，家教老师在家里教功课这样，然后说，哎，你如果考到好学校，老师就会怎样之类的，好不好？哈，我还有一种，我跟讨厌的上司一起出差，啊，结果呢，临时缺水，哎，买不起，临时缺水，就订饭店的时候发现，哎，订错了，本来订两间，怎么订了一间？存几间？啊，没存几间？哎，刚好，可偏偏冷气又坏掉。啊，对，哦，冷气坏掉，冷气坏掉，我选的一个啊，好，冷气坏掉。男女的警察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跟监歹徒，然后就是冷气坏掉，哦，也是冷气坏掉，对，那个检察官一定是穿黑丝袜的嘛，对吧？在监狱哦，就不歪啊。啊，不，你先疼我啊，哈，啊，等等，规个牛肝诶，比如讲，然后一开始那个女生还很嫌弃，对，都汗臭味这样，哎，对，到最后两个就叠在一起，哎，差不多就这样。你要加油啊，不然你要加油，不然没办法融入我们。哎呀，你加油，查甫人哦，片面讲到都拢这物件，这代表一件事情 ，AV 这几年来的剧情都不长进，对，没有变。对，可是你们还是一直看，没办法呀、啊。有啦，还是有啊，有那种卡在洞里的啊，卡在洞里的。对啊，卡在洞里出不来啊，卡在冰箱里面出不来啊。有这哦。我冇看过，想法吧。女生啊，我来冰箱找些物件。怎么卡住了？你这样讲，我想到一个屁股在外面这样。然后后面就一定会有个男的出现。哎，你怎么卡住？快救我出来！我没有要救你出来。对，我想出来。对，我先出来再说。原来这样，我又想到一个，有人按电铃，然后打开门是快递啊，快递，然后抱着一箱东西，哇，好重！然后说，哇，怎么那么重？不小心掉到地上，有快递的有，然后对不对？趴在地上帮忙捡这样子。哎，对，然后捡要捡很久。对，快递系列也是一个蛮热门的，那个跟倒垃圾是差不多的。对啊，教师系列快递啊，你那个算是邻居系列啦。哦，邻居有一种人，他们叫黎明大会有没有？对啊，黎明大会要聚餐，结果就一堆人这样子。现在 gay 啊，还是感谢祭才有规定的吧？他们那种剧情就是，比如说你搬到一个新地方去，然后去 social 啊，老公就喝醉了哦，对啊，老婆就跟他们打成一片哦，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哦，双关语，快递系列的，还有过了黎明活动中心，你要只有黎明活动中心都来啊，叫做干部活动，干部活动中心，还有一种啦，
老公呢，他的业绩一直不好，被上司关心，上司来到家里啊，对，所以要把他炒鱿鱼了，然后喝酒，丈夫先醉，我跟你讲，很奇怪，妈，丈夫都一定要先喝醉，老梗，然后老婆就被就被威胁要处理了，就类似这种的，很奇怪，好不好？就是莫名先家喝酒，酒为什么别人老公都没有先醉？因为酒量不好，我们酒量不好啊，就是哦，卡在洞里，时间停止，那个也都很常见的。时间停止，对，很多啦，还有学校系列的也有，痴汉系列的，一大堆。这几天在工作者，我跟你讲，下次我们再做一个专门的视频哈，讲解。关于这个，我们不要跟那个晚春秋，不要跟他拼了，那个人家比较专业，那个人家比较厉害，好不好？哦，来，那我们这业余。哇，业余的即卡都，我都讲十分钟啊，你感觉？这吼，像你这种讲三十分钟，伊拢无要紧，我感觉。我可以，我会继续想哦，我会继续想哦，因为这个真的差不多快到了。真的是蛮多的、欸，我很熟啦。来了，我要做结尾，看看。哦，那刚刚我们做结尾啊，林家有空的这 AV 就欢迎耶。好啦，那这个这次很开心哦、喔，来拜访 Alan 布莱恩的工作室。那这个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还有 Alan 频道，布莱恩的频道，嗨。下次见、啊、again, 下次见、欸、真的有机会我们下次再拉一下，因为今天天色已经暗了，真的聊不完，对那年纪差不多聊起来真的就是这样，很可怕啦，對對對，真的聊不完啊。你们的那个后台的女性观众几趴？我们不多，我们只有11%，哎、欸，比我们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讲这些东西啦，一定呢，他们自己频道不讲，来我频道讲这些东西啦，我才3%多而已，哦，真的哦，啊，我讲唬你哇，好了，我们改进了，我们不能再讲这些东西了，好吧，下次见，拜拜，再世界観静か論。好，多少？哎，我来了，他是三朱力的，我啦，没有，不是，生米啦，生米是，没有，我来了，哎，啊，那安尼啦，哎，我叫不然唱去，对，连庄我来的，不是，我是唱，我不是，哈哈哈不是，他这个是有一个标准动作的，你知道吗？怎样？一般这个皮包啊，是要插在屁股，对，那你如果皮包。皮包如果是比如说这皮包插在右边的屁股，哎，好抢腹胀嘛，对，我比如说我插右，哎，我来啊，要用左手，哎，我来了，哎，你插好标准动作，如果你皮包是在左边，就要用右手，就是用这种方式，对，这样你绝对抢不赢啊，哎，不然的话，另外一定 A 的时阵，你讲不要紧，来慢慢来，我带你。其他 A 我不要紧，我等下跟你。